我们刚吃饱，要来上个化妆室。他们餐厅跟化妆室的距离有一点远哦，大家走段路。我们走着走着跑到别人住家了，太好笑了。嗯，哦，这次应该走对了。嗯啊，终于找到了。往南，然后向右转。他说我们住那里啊，跟这边他们娘家很多重复的客人。我们住的地方，对啊，我说我们住那个八角影视中心，他说哦，那他们有很多重复的客人，哦，就是很多住八角的也会来这边吃。我们来买一点宵夜。已经8:07了，中峰宫，然后前面好像有个大湖九宫，希望有草莓可以买草莓，我要吃草莓，草莓。已经不是大湖酒庄了，大湖休闲酒店，休闲酒店，是哎，啊有卖吗？找到草莓了，买草莓，买草莓。刚刚好像看到草莓，你们长这样啦，哎呦，这怎么吃啦？各位，看起来像真的吗？它其实是假的。我的天哪！啊，老板也狼不在，只好跟草莓说，无缘啦，再会喽。爸爸又要展现技术了，是他会一直逼，然后就会让人紧张。好了好了，不要逼了，不要逼了。其实都还离很远，然后他那个伸手就很敏感，敏感，然后就一直逼。今天我带了一支 Wisdom 的青红葡萄酒哦，来庆祝我们3周年的交往纪念日。然后这边有，哦，真的哦，嗯，今天有地震，大家还好吗？希望大家都安好。那我们这一支呢，有61%的黑后，32%的飓风，5%的慕寺，还有2%的蜜红，感觉就会有一点甜，蛮好喝的，有一点期待哦。那我们就来喝看吧。那我们的开瓶器跟杯子都是跟民宿这边借来的，感谢他们。跟你们分享我们刚才买的宵夜。你看他养螃蟹是这样子。虾味鲜，猪肉干。是现场捞现场吃的。牛肉干。这个收起来。阿 Q， 这个不要。这个不可能现在吃啊。我展示一下嘛。这个小鱼干花生，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满汉麻辣锅牛肉面。那我们现在吃别的，我们现在没吃这个。好嘞，可以可以，我是高手。要下来，再把它拉起来。曝光了，没有没有曝光，开车开到一半曝光，吓死我！点击率上升，他们都不是都会人家 mark， 然后几分几秒说看这里就好了。对对对对对，我知道。大家不要这样子，要从头看到尾好吗？开了。Out here, we need to 有果汁的味道，还有一个后味。有点熟悉，好味。那个要把它弄起来。不要松了，不要松了。The solitude. 底下危险，底下危险。I know she had supplies with her, dried supplies, but she had supplemented that with. Yeah. He spent some time in Keiko's work. I understand it. There were some.
they had just some concern about physical well-being. 来来来，喝。啊。这个醒一下应该很好喝。嗯，要醒一下。你看它一开始的时候酸酸的，嗯，可是也很好喝。这个我喜欢，小威士顿。很轻盈呢，嗯。这瓶冰很久啊。嗯，冰超久。它没有被偷喝掉。没有。你在拍我们看什么？对啊。我已经打开了。不想打开。他说这一部叫什么？江湖无难事，您说很好笑啊。现在要来卸妆了，今天带了这么一大包。卸妆油，这个是植村秀吧，我喜欢它的油，绿油味道，柚子精油香喷喷，还有这个贝肤带满的平衡控油肌肤液，足阳店的两罐。下面又没有东西，下面全部马赛克，下面没有东西。接着呢，涂我的痘痘，我下巴长了一个大痘痘。这个是25%的杏仁霜，这脸部不能涂太多，不然会脱皮。然后我这里会涂多一点。因为我这里都会长一粒粒的小粉刺，再来是眼霜的部分，我用雅诗兰黛的白金眼霜，就是我最最最喜欢的眼霜，第一名眼霜就是它了，目前呢，目前是第一名。然后我会这样子。
把它放在这里，因为我这里比较容易长柿仁。我会先用一盆，把它推到我整个眼睛。就这样给它放着，然后让它慢慢吸收，它都可以慢慢吸收。今天我都特别带一些平常没有用过的保养品，接下来我想用这一个是 Kiehl's 的深夜奇迹修护露，这瓶因为没有用过，想说试用看看。这里面好像有很多种油，有玫瑰精油、月见草油、橄榄角鲨烷。我们看那个分娩树是可以开暖气的，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会冷。它蛮好推展的，我又被偷袭了。这瓶应该是我今年参加他们的周年庆拿到的。好啦，最后一步了，就是这个 AB 蓝霜，前几天买的。那我今天带这树木，因为我不喜欢它起毛，因为我觉得挤得很辛苦，所以我带这个树木的。我用的是 Rich Cream 的蓝润霜，最喜欢蓝润霜了。然后大家都知道它就是这种设计，非常保鲜它的保养品。我个人建议还是要趁新鲜把它用完，放久了它会里面的成分会渐渐分离，虽然不会影响使用吧，但是感觉就会不好。今天都用了一些很厉害的保养品。好，保养完了，准备来暑假啦，跟你们分享我的第一天的夜间保养。像很多是我没用过的，看看明天早上的脸会变什么样子。